报告委员会出席委员13人，已足法定人数。现在开会，请进行报告事项，先读上次会议议事录。立法院第九届第一会期内政委员会第18次全体委员会议议事录，时间105年5月30日上午9时12分至12时23分，下午20:08至16时55分，地点红楼202会议室，出席委员黄委员、昭顺等15人，列席委员郑委员运鹏等34人，列席官员内政部部长叶俊荣等。主席黄召集委员昭顺报告事项，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决定确定邀请内政部部长叶俊荣率同所属列席报告业务概况，并被质询。本次会议经内政部部长叶俊荣报告，委员黄昭顺等22人提出质询，均经内政部部长叶俊荣及所属及其答复说明。另有委员徐正卫等提出书面质询，列入记录刊登公报，并请相关机关另以书面答复。决定一，说明及询答结束。二，委员质询未及答复部分或要求提供之说明资料，请相关机关尽速以书面答复。临时提案，5月16日复议案第一案决议另定期处理。第二案决议，除将土地权状证明修正为土地权利证明文件，即将历次民众陈情土地财产权争议无法解决之案件统计会诊成册，于1个月内拟具书面报告送内政委员会修正为将民众陈情土地财产权争议无法解决之案件原因分析分类会诊成册，于3个月内拟具书面报告送内政委员会外，于照案通过。第三案撤回。5月30日临时提案，第一案决议将文字修正为未建立全台适用之公开透明原则，原提案要求内政部于2周内向本院内政委员会提出协助台北市政府安心住宅计划书面报告，并公布于内政部网站供全民知悉。第二案决议，除书面报告应于1个月内送立法院内政委员会，另内政部应针对第一线执勤员警全面配发随身微型录影设备，修正为书面报告应于3个月内送立法院内政委员会，另建请内政部应针对第一线执勤员警全面配发随身微型录影设备外，于照案通过。第三案决议，除内政部应于1周内将书面报告送立法院内政委员会，修正为内政部应尽快将书面报告送立法院内政委员会外，于照案通过。第四案决议照案通过，第五案决议照案通过，散会，宣读完毕。对上次的会议议事录有没有错误或遗漏？如果没有错误跟遗漏，我们就确定。那继续进行报告事项，请先读。邀请行政院秘书长陈美玲、内政部部长叶俊荣及营建署署长许文龙、原住民委员会主任委员宜将拔路尔，针对土地转型正义、社会住宅租屋政策、都市更新等土地政策进行专题报告，并被质询，另请国防部、行政院农业委员会、财政部派员列席备询。宣读完毕。好，就介绍列席的官员哈。行政院常务副秘书长宋副秘书长，内政部部长叶部长，内政部政务次长花政务次长，原住民委员会主任委员宜将主任委员，原住民委员会的常务副主委钟新华，好，钟副主委，国防部地震司司长王司长，啊，营建署署长许署长，都市更新组王组长，国民住宅组朱组长，土地管理处杜章处长，土地公共建设处阿浪处长，综合管理处王处长，教育文化处罗专门委员，国防部经备局工程营残处专门委员李专门委员，政治作战局经建服务处毛科长，行政院农委会林务局杨副局长，财政部国有财产署编副署长。好，那我们现在就请行政院宋副秘书长报告。那个陈秘书长有请假。主席、各位委员、女士、先生，今天应邀代表列席贵院内政委员会，也要借这个机会呢，
特别对各位委员表示由衷的感谢与敬意。那有关今天的这个议题是为了促进转型正义，落实自由民主宪政秩序。那贵院的民进党党团已经提出了促进转型的正义条例，另为还原历史真相，促进国家与原住民和解，时代力量党团也提出了历史正义与权力恢复法的草案。另外，郑委员天才等23人也提出了促进转型正义、恢复原住民族传统领域土地条例草案，规划在本院或监察院下设独立机关，处理开放政治档案、清除威权象征、平复司法不法、处理不当党产及权力恢复等转型正义相关事项。对于贵院党团及委员就转型正义事项提出的草案内容、其立法目的，行政院呢原则表示支持。但是为了让行政机关能够配合办理，建议以后在法律规定不当党产之处理时，对有关政党、附随组织、受托官员之认定程序、其拥有或管理之财产申报要件及程序，以及嘱托移转登记为国有程序等，应予明确的界定及规范。另因原住民族的转型正义有其特殊性，其处理方式有别于威权时代的转型正义，建议分别处理。其次，为了使民众拥有适居且有尊严的居住环境，行政院已经在104年9月核定了整体的住宅政策。有关社会住宅部分，蔡总统在五大社会安定计划当中提出了扩大新办社会住宅，来协助民众解决基本居住的需求，是实现居住正义的一个重要政策。为了实现蔡总统为积极落实照顾弱势的居住正义，所提8年新建200000户社会住宅之政见，中央跟地方将朝新建120000户包租代管民间空余屋及利用容积奖励回馈政府的方式，达成剩下80000户的目标。那在这个政策推动过程当中，中央跟地方是要密切的合作，也是成功推动社会住宅的关键。未来呢，将由中央跟地方通力合作推动，订定必要的配套修法来达成目标。那至于有关租屋政策部分，施政重点为强化住宅租赁市场的机制，保障弱势租屋的权利，加强租赁双方权利义务，提升租赁纠纷处理机制及健全住宅租赁市场交易安全。有关都市更新部分，将持续推动都市更新，改善国人居住环境。那行政院也在104年2月26号核定内政部所提报的都市更新发展计划，未来将透过各项具体策略，落实国人居住的环境品质，营造城镇魅力与竞争力的目标。那接下来，内政部跟原民会都分别会就所掌管的事项再进一步说明。总之，敬请各位委员指教，谢谢。接下来我们请内政部部长做报告。主席、各位委员、女士、先生，今天诚邀说明有关土地转型正义、社会住宅、租屋政策、都市更新等土地政策，深感荣幸。各位委员平时对内政业务的关注跟指导，本人借此机会特别表示由衷的感谢跟敬意。接下来，我针对这四项跟土地政策有关的议题来做报告。第一个部分是有关土地转型正义，促进转型正义条例草案，由大院民进党团在105年3月30日提出，已经由大院司法及法制委员会排案审查一次，即召开3场公听会。另外，105年5月4日，时代力量党团提出历史正义与权力恢复法草案。郑天才委员等23人提出促进转型正义、恢复原住民族传统领域土地条例草案，已复委于105年5月26日并案审查。那以下仅就跟本部业务相关的部分说明如下：第一个部分是有关土地登记的部分，土地登记
关系的民众的权益甚巨。那为了维护土地登记的公信力，保障交易的安全，土地法第43条跟民法第759条之一明白规定，依法完成的土地登记具有绝对的公信力，登记权利人依法具有权利、推定力、公信力、公示力，以及善意第三人因信赖登记所为之异动登记具有公信力。为了维持土地登记的法秩序，土地登记规则第7条也明白规定，依法完成的土地登记，除经诉请法院判决涂销确定外，地政机关尚不得竟为涂销登记。地政机关受理登记的方式，有的是因为当事人会会同申请登记，政府机关依法主托登记，或者是地政机关因地籍管理需要而竟为登记。除了竟为登记以外，地政机关都是被动受理当事人申请或者是政府机关的主托登记。又因为申请或者是主托登记都应该由申请人或主托机关检具登记原因证明文件来供审查登记，所以未来大院如果在审议促转条例草案时，对于主托移转登记为国有程序等这些规定，必须比较明确的来界定跟规范，那地政机关比较能够配合办理。那至于有关原住民族土地权利的部分，原住民族委员会目前已依原住民族基本法第20条规定领具的原住民族土地及海域法草案报行政院，并于105年2月1日函转大院审议中，与时代力量党团提出历史正义与权力回复法草案，郑天才委员等20人提出的促进转型正义回复原住民族传统领域土地条例草案，均涉及原住民族土地认定与权力回复的事宜，建议另寻原住民族委员会就此表示意见。第二个部分是社会住宅，那可分的几个方面来讲，第一个是住者是其屋的政策目标。目前我们社会住宅面临的高房价、高空屋率、高自有率跟低社会住宅率的问题，那本部依据住宅法跟行政院所核定的整体住宅政策，那擘画未来住宅政策发展的方向，对于中低收入家庭且有购屋能力者，我们提供购屋的贷款利息补贴的协助，那至于没有购屋能力的，就提供租金补贴及社会住宅的协助。那目前办理的情形是社会住宅短期实施方案，那么这是在100年6月16日已经奉行政院核定了，那主要的推动是台北市跟新北市5处示范基地，预计新建1922户，由本部住宅基金补助地价款约 34.26 亿元，课程施行中，预计105年5月起陆续 完工。第二个部分是社会住宅中长期推动方案，这也是在也经过行政院核定，那框定了67亿6800余万元补助地方政府兴建社会住宅，103年的补助先期规划12案跟2处国宅用地有偿拨用案，那104年也补助先期规划费跟用地有偿拨用一件，105年补助先期规划补助工程案及用地有偿拨用的部分，现在正在签办核定之中。那未来我们的在有关社会住宅的策进作为，是实现了蔡总统为积极落实照顾弱势的居住正义，那所提出的八年新建20万户这样子的一个方向。那未来将朝三个方面来推动，一个是新建，一个是包租代管，那另外就是利用容积的奖励来回馈的方式。那另外我们也现在正在研拟特种基金土地得以办理长期租用、借用、作价投资或代管，以及规划社会住宅融资平台，来协助地方政府取得长期低利的融资。那未来新建的社会住宅也会着重无障碍通用设计，并强化与社区的融合，让社会住宅成为
国人普遍能接受的一种住宅。那就租屋政策方面我们租任政策的总目标是为了让人民拥有适居而且有尊严的居住环境。那具体的作为包括以下几项，那我简要的就条纲报告。一个是提高社会住宅的数量来协助弱势租屋，一个是协助中低所得家庭来租屋那这两方面都有具体的推动计划正在进行之中。第三个部分是强化租赁契约的保障那对于房屋租赁契约的范本以及对于房屋租赁定型化契约应记载跟不得记载事项，那这些都有具体的作为。第四个部分是提升租赁纠纷调处机制的效率，那未来更进一步的策略作为包括推动租屋服务平台让它转型成为包租代管这样子的一个方式那第二个方面是要推动租赁定型化契约使用并提升租赁权益的保障，那第三个部分要健全住宅租赁的制度，那最后一个部分报告都市更新的部分。都市更新基本上是要达成三个目标。第一个目标是要强化政府主导更新，带动地区的再发展。另外一个是要鼓励民间整合更新的实施。第三，要推动整合型都更的示范计划。目前办理的情形也可分为以下两方面来说明。一个是由政府来主导更新的部分呢，本部已经补助县市政府办理235处都市更新先期规划，而且已经有22案成功招商的实施。因为本部运用中央都市更新基金实施更新事业，那包括了比如说台北市中山区中山女中南侧地区的都市更新案。另外一个面向是民间整合更新这都市更新条例公布施行以来，民间申办的案件总共有1654案，那其中532案已经核定公布实施。另外，为了鼓励民众办理自主更新，本部补助社区研拟都市更新规划及整建维护工程费，那100年至104年已经核定了64案，总共有1亿1741万元。那未来的策进作为呢？那重点如下。主要是要改进权力变换机制，修正民间自化更新单元，另外强化资讯公开透明跟民众参与。第四，要修正多数决强制实施的机制。第五，要全面补强参与都更的权益保障措施。第六，要修正公有土地参与都更的机制。第七，要解决实务执行的争议与困难。为了加速改善国人居住安全跟都市的环境品质，那么还希望各位委员能够鼎力支持，尽速来完成审议，以利都市更新业务的顺利推动。以上分四个部分来报告有关土地的政策，那还请大院各位委员多多指教，谢谢。谢谢部长的报告。接下来我们请原住民委员会主委宜将主委报告。主席、各位委员、女士、先生，承蒙各位委员邀请，本人对土地转型正义、社会住宅租政策、都市更新等土地政策进行专题报告，本人深感荣幸，以下仅提出相关说明，敬请各位委员指教。依据原住民族基本法第二条第五款规定，原住民族土地是指原住民族传统领域土地及既有原住民保留地。关于原住民族土地之流失与演变，在1895年，日本政府总督府以日令第26号公布关于有林业及樟脑制造业取缔规则，第一条规定，无官方政绩及山林原野之地契算为官地，因此原住民族土地全部都收归
国有。到了1928年，又制定森林事业规程，将准要纯制林野土地约24万公顷高沙保留地，就作为原住民族生活及活动的场域。现今政府也沿用日据时期就有的土地制度和管理的范围。纵观原住民族土地历史，原住民族的生存发展空间因非原住民的移入而不断退缩。另外，随着环境保育意识提高，政府划设各类保护区，并采取各种禁止或管制措施，对原住民族土地的使用造成极大的冲击，也压缩了原住民族的生存发展空间。另外，全国26万余公顷原住民保留地几乎全数位于非都市土地范围，区域计划法第15条之非都市土地分区使用管制范畴。该法已制定之初，并未审酌原住民族生活形态以及传统使用土地的方式，另为妥适的规范，以至于原乡土地使用现况40多年来仍有诸多不合法的情形。为了保障原住民族土地权利，并落实宪法征修条文第10条规定，政府在民国94年公布施行的《原住民族基本法》，除了明确规范国家回应原住民族土地权利，更具体指出国家应负担的责任与义务范围。原住民族土地转型正义工作已在《原住民族基本法》中具体规范后续的整体推动蓝图。正如大院委员多次修正《原住民族基本法》，借由原住民族集体同意权的行使，以及原住民族部落法制化的公法人条文，巩固原住民族土地权益的主体地位。逐渐，大院委员也本注意原住民族转型正义的理念，进以检讨更新现行的法制，成效更为卓著。为了实现原住民族的转型正义，总统将以原住民族日，也就是今年的8月1号呢，要代表政府向原住民族道歉，并将以总统府设立调查与和解委员会，针对与原住民族遭受不平等对待的历史进行再梳理跟诠释，对于原住民族流失的土地尽速立法恢复原住民族传统领域权，以及尊重原住民族惯属，划设符合国土保育以及原住民族生活方式的特定区域计划，以落实原住民族土地正义的政策。为了进一步落实总统宣示原住民族的土地政策，将采取以下具体作为，以确保原住民族土地权益。第一，推动完成原住民族土地及海域法的立法工作。第二，依国土计划法划设保障原住民族生活空间的特定区域，并订定合宜的土地使用管制规则。第三，成立原住民族土地专责单位，执行上述各项政策以及未来管理、使用及维护等工作。以上报告，敬请各位委员指教，并祝各位委员健康、平安、喜乐。谢谢大家。好，那个，请问其他单位有没有补充报告？没有补充报告哈。那个跟委员会报告，刚才那个部长叶部长，不是，那个内政部长说，那个因为今天是行政院会，所以他想先请假一个小时哈，先请假一个小时，然后再回来委员会。那我们要休息呢，还是让部长就先请假一个小时？你要问部长，那我们还是要休息一个小时，等部长来，还是？哎，你的顺序在哪里？第五个哈，对。啊，无第一个，让伊问了，部长发起，安尼好不好？今天我们政策是土地的。应该可以掌握全。但是他有很多问题要请教你啊。对，很多。我征询委员会的意见呢，我没有特别的，那个，那还是第一位是陈超明嘛，第二位。
好，那我们你要你也要先讲。那陈昌明委员跟林立成。好，那我想我们还是把握时间了哈，就等陈超明那个庄委员，你跟那个林委员换哈，庄不问题哈，啊，那我们就请他们两位执行完，让部长请假一个小时再回来，这样好吗？好，那应该可以吧，哈，部长，好好，那我们就请陈超明委员，哎，我们就是开始巡打哈，本会委员是8+2。非本会委员发言时间是6+2哈，截止登记时间10:30，请登记第一位的陈超明委员。主席、各位列席官员、各位委员同仁，大家早。首先有请叶部长，还有我们行政院副秘书长。张委员好，叶部长好。今天讨论土地政策有四个，一个叫做土地转型政策，一个叫做社会住宅政策，一个租屋政策，一个都市更新政策。你来到立法院，我发觉你非常的正义感，而且想要做事情。那我最近服务了两个案件，我为什么要请我们行政院的秘书长？这个叫做土地转型政策。我在服务之间，我们现在道路的征收，以前在政府困难、财政困难的时候，百姓土地给政府用，没有征收，所以叫做继承道路。但是现在我们的道路要截弯取直了，原来的道路没有补偿，新的截弯取直的土地有补偿。哎呀，各个要求是安怎？他以前的土地给人家做道路。现在去做了做水利地的土地，结果没有田地可以耕种了。安尼你就爱搞我倒手干嘛？因为这个牵涉到修法。安尼我讲的你听有啊？有啊无？ OK。恁都市人不一定听有哦，恁路拢平平的。你听安尼搞讲就有哦。你要派一个人跟我他们来修法，这样子的非常不公平。原建署长，我相信很了解这土地征收的事，我讲的有没有道理？好，有道理哈。啊，保定，你唔能搞清楚啊！讲我看你这都市人，你都唔知阮怎开通过的安尼，好不？迄个行政院，包括那个内政部，还有交通部，成立专门的一个修法，我修了过来给你们，你们一定要支持我。这就不讲别的代志，和你言归正传啊！我们有土地可以耕种。第二个土地争议，我要讲。最近我看了一个报章资料。台北新北市的五股地区是农业用地，里面全部400-500公顷都盖了工厂。你这个大有为之，政府先把那个地方拆掉，农地农用，再来找我们乡下城镇的农地相建的限制。无论干了多起人都沿岸的做，阮镇下人什么都不一样。部长、秘书长，我讲的有没有道理？多起人会用微微做台，阮庄卡人安尼，还你乖乖的啊，无你还上高铁，干来罕见阮庄卡，农地的限制使用，不要只有点头了。我真的讲，你们不晓得听得懂听不懂？我焦点金你听了啊，你焦点金你听，柯建立还没有比我进入状况啊，别做保定哦，我可能讲懂的你也更唔知咧。我这个是提出土地转型争议，这个两个要求我会很坚持下来，而且要帮我解决这个问题。因为我有道理，第二项我本来就想不爱讲，但是我讲看你要开行政院，我也不讲。昨天有报纸有媒体说，超明傻傻的，说我冲之鸟是岛是礁是桥，我搞不清楚。所以你要讲说这个主题不流行，我跟你讲我的主题变成流行，但是不定。刚刚开始，我不想叫你道歉。你说不流行，国家的主权、维护移民的权利，还不流行不流行的问题。
所以我现在刚刚说，勇敢的台湾的民进党执政党，你们是跟着潮流，跟着感觉在执政，现在我就是不流行，这点嘛，你要谨言慎行，要每天无日三省吾身，这一点的话不要那么轻躁嘛。我们的新总统警告你们内阁，不要八分钟的讲话，八秒钟的讲话，毁了我们八年的你们准备八年的施政，因为你年轻有为，我今天不下手很残忍，这一点你要不要表明态度？我看你跟我讲话，跟你点头，到底是了解不了解？我讲的你冇听，我听无。所以啊，把我这个问题给他，那个李伟这样的问题啊，我刚刚讲土地的问题很大，但是流行不流行，你要不要答复一下？啊，那时间他对掉。无委员，多谢你的，多谢你的指教了吼。这个问题是投还是交这方面的？我你感觉我还讲个讲，我重大公共行政，我是连招比你个招考入面呢。我伫家吼，我伫家拢尊重每个委员的。我那傻到我跟你讲，每个委员，你看来个几大了后，你我想你啊，无啦，我即马讲啊，流行不流行搞回答吧。我是要足尊重的吼，足尊重大家。我咧讲迄时阵，主要是因为媒体有咧问我，我甲因的讲法，安尼，多谢啦，多谢你的指导啦，吼，多谢多谢，吼。来，我现在跟你谈社会住宅，租屋政策，我先都市更新，都市更新无咧报告，现在地震频繁，我就提供的啦，但是有一个通灵的讲，台湾这几年的大地震，我心以为忧，所以你其实要把都市更新列在前面。你有为新政府新民意，明天十个人规个社会参与，你跟我讲说啊，公民的参与，我所有建筑师拢搞到尾，我去甲请教过，好，我袂乱讲话，他们怎么跟我讲？他说：“都市中心扩大公民的参与，变成民粹当道，专业不彰，又妖魔化实施都市更新了，变成无人要做代志。不要自我表示你们很清高，有一好都无两好，要有这样的看法。政府要拿出魄力，哪个地党来西党跟他哭天抢地，大家推卸责任。我为什么会讲这样啊？”真的要注意，这样地震很频繁啊。台北市的土地老旧房子将近占了九二以前占了60%啊，也在西南西西的，大家拢讲无接近。为官之道，最重要预防于未然呐、啊。所以你即使要把都市更新列在前面，它又能增加供给量，气管道要紧，就卖技术的进步啊。我是讲真的啦，好。我等一下，我们那个花政策主委啊，哈，我一直要求都更，你们公民参与，你们按来做嘞，跌当西朗农民来打起，应该做你就要做嘛，哪里有全部的人都同意？哎 ，G H 顾委，万一怎样共轨，一好就没有两好，选择我们自己最好的，宁可按来公民参与，你要跟着潮流走，我是就不赞同啊。我包括你们的以前的，包括大埔事件，其实我都一清二楚。现在谈起来，有时候真的要去找他的。永远记得，我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敢讲这样的话？因为我看过情形，很多内容不是这样的。真的，大有为的政府在合理公平的条件，几乎人反对，99%的人在外面住四五年，你有替人想无？他要什么？这个人性，人性。不畏己，天师弟妹，不要把自己表扮得很清楚，要务实去面对这些问题。鼓励民间在合法的范围之内，你要支持。你江湖不好搞，大行都被灌。但是我要谈到你社会的住宅政策，
资润政策，我这边有资料，你唔知啊？讲哦，那个你们两位请退，我请我们那个。好、哦，来，哎、欸，来，来，市长。啊，我写时间太短了，我惊国家安尼开钱会开到。华政府处长，是，你晓得台湾从在推展民间住宅五十年开始，国宅条例经过两次，全部都算起来失败。你感觉你会成功没？我们会努力，不是你努力了，要务实了。啊，我今天去跟部长讲些代志，我不相信你政治委员的能力。你们推来的政策住宅是在自己用头脑想的，有没有跟营建师、跟民间的？我问你几个问题。你现在四大印的，你如果说盖了，他的资金多少？四大印就要被招出来，了，因的租金偌济，几平偌济钱？第一个，好、哦，每个人需求的角落不一样，你要如何去解决？我定，其实带你推动这个，不要看不起生意人，不要看不起企业家，你爱干去讨论。其实他们跟我讲很简单，你低利五十年，照你们现在五千亿的基金是跟国库掉一亿，一 person 的利息。你很难的，你政府面大家也决定，各来的分支照顾维护民意代表的压力，你受得了吗？宝定，我今天要跟你谈的时间太短，我要顾虑你要到行政院，不拿问题我跟你讲，你只要问题特点会解决，你跟他好好讲社会住宅什么事情，我不是反对社会住宅，你晓得你们的社会住宅政策是掏空我们乡下。我现在就在标下你，如果依照台北市盖两万户，它的建筑成本是1028亿，土地成本公告限制364亿，我可给你给500亿，多别挖冷钱也，我往公告限制升啊。两万户的成本是1492亿，我给你升1500亿，两万户，台北人多起人就好命。多次建物的该报价750万就好。市长，我住了，我不离开。第二个，我的资金那么低，我不离开，我赚了钱在外面来买，你要怎么解决？到时候民意代表要跟你施压，你要怎么去解决？你要记起以前的经验呐、啊，听人讲的话，安怎才做袂成功？里面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我还不没了吧？但是你要用务实的角度，各种角度去切面，要做到社会公平合理。你200000户里面的100000户，尤其是造成不公平的条件，您今嘛是发送的，为着双臂遮上，我咪跟你反对。我要叫你们真的很务实去做。好，下午两点我有空间，我再一条一条逐一讨论。我没有一条一条的，你要再执行吗？我如果有执行的时候，我再好好的请教一下了。等一下又说我傻傻的，啊，道交桥搞不清楚啊，害我很难过的一个晚上啊，好不好？多小一晚了哈。我给保定行的处长，我讲得很真心哦，因为我去收集资料，您台北人多起人是包阴包金的。我们的整卡你全部掏空，你把人口全部往都市集中，我们怎么办？对，你们真的这个政策错吗？补贴类的好嘛？你这干了每样土地，你几十年差不多就随便卖一卖，你就一兆，何必大东歌舞盖了200000户？哦，干了干了五亿嘞！只要是200000户，就是特权分子，早期他拿到了不放，花市长。这个问题仍然会产生。我一直跟你讲，我们较早处理解决，为官以完生以完，这种处理过呀。为什么你没有问到内政部，推到最后不怎么敢推，不敢明讲？我给你这个消息，给你。好，谢谢哈。哎，多讲一会，谢谢。接下来我们请林委员咨询。主席，有请部长。部长，
对，伊讲了就互你去。嘿，我讲了，我绝对互你十点之前离开。嘿，我会互你十点之前离开啦，吼。啊，你一点钟会回来嘞？嘿。无对，歹势，因为吼，我这绝对爱先甲你讨论啦。我想说这个议题，您比较，我尽量啦，吼。那张晋部长您也很辛苦啦，又要跑这边，要跑那边。对了，对。可是那怎样哈？部长您的责任很重啦，因为今天立场可能跟您讨论所谓的社会住宅的议题。那我们知道说，社会住宅在社会政策一旦推的话，就我们蔡总统跟台北的柯市长是一样的，我们谈的所谓的社会住宅嘛，如果推得不好，就像民调一样。所以呢，我们的执政团队，尤其是社会住宅就在内政部主管的，所以呢，您是关键人物了哈。保定你卖挂啦，你我咱好好讨论，我你十点进前离开不要紧，嘿，你真正唔好挂，因为吼你挂我嘛挂，你紧张我嘛足紧张诶，因为吼我是跨中这件代志，所以绝对爱强力讨论啦哈。那讨论第一件事情，就刚刚延续我们陈委员谈的，是200,000户的社会住宅。那我们知道说，200,000户要8年花4000亿去盖这200,000户嘛，嘿，这受力足大啦，吼嘛足惊人诶。那这个是高难度的政见啦哈。那相信部长您应该压力嘛足大吧？诶，未，不是编预算去。去处理啦，有我们很多很多一些财务的措施。对，所以呢，这4000亿也是我们对您来讲压力也很大。那我们知道一年多前台北市长的柯市长也谈到所谓8年50,000户嘛，但我们看到现在柯市长真正头毛在烧无？对，那唔知伊讲吼到底是要起几户？无重要是企业性无，这是重点啦吼。嘿，这拢是考虑在内底啦。那我们知道说未来不希望说一年后你嘛是油膏革命，嘛是头毛在烧，我无希望安尼，所以咱好好来讨论这件代志啦吼。那我们知道说，请问部长，您知道这200,000户是怎么定出来的吗？因为保钓你嘛是合价，您也是教授，您知道我们都做一个研究还是一个数据出来，都有一个样本嘛。那我们的样本数从何而来？那保钓你家有无？这当然是，当然是经过很完整的考虑之后所框定的啦。对，对，所谓完整，那为什么不定100,000户？为什么不定300,000？为什么不是400,000？为什么是200,000？是200,000抽到中奖200,000吗？那立禅知道，在100年的时候，我们有做一个调查，内政部有做一个统计调查。100年的时候，五都大概有这边立禅的团队看到的五都大概有18.5万户嘛，我们的需求面在弱势族群的需求面嘿上来，可是呢，经过这个5年了，保钓一百年调查到今嘛，这个样本数难道没有变化吗？没有移动吗？而且这个样本数，我在里面可能要跟部长讨论到说，我们的低收入户到底有多少户？我滴唔知不？我先和委员一个数字吼，这足重要，咱来讨论的时阵，开始出番吼。咱除了讲高房价、高自有率吼、高空屋率以外，另外一个就很低的社会住宅供给率哦。啊，先进国家差不多平均5%，咱家0.09%还是0.08%，安尼差人。看偌济，无啦，保弟，我不是要甲你请教讲，这数字为倒来？第二点，我们的低收入户大概有多少户啦？即马咱目前低收有偌济？有人可以帮那个部长吗？好，没关系，部长，我们团队有查出来了，35万户。35，那这35万户里面有多少是有需要社会住宅的？刚好调查出来。那再来，我们老人家有多少人？360万人，那独居有多少人？我们也还没有去算嘛。那在这360万人里面，有多少需要社会住宅？因为社会住宅永远应该不是只有都会才需要吧？您应该认同这样的概念吧？我再提一个给林委员做一个数字，给林委员做参考，这个比较好讨论的。对，好好。就是对低收入户者，
哦嗯、你去问他，就真的低收入户，你就问他，你需要社会住宅的比例，他需求的高达80%。哦，80%。好，那如果就您讲的，如果高达80%，30万个低收入户的人口，现在我们的数据有调出来嘛？35万个低收入户人口，那您盖20万户够吗？您觉得呢？所以你也对，所以我刚刚了解反推这件事是说，我们的老人、低收、年轻人，还有我们的全就是身障者，有多少人？这些有多少人？那他多少人有需要这样的社会住宅？那美塞公哈，我们一个数据出来，到底有多少人？因为哈，那要做。就真正爱做好末，做好完全嘛。要唔过即马咱知诶，数字，若讲真正要安尼统计起来，数字足大诶。我足大内底数字是有偌济人有需求。宝弟，我在这边吼，不是说反对，因为立产是很也跟很多团体，我们关心社会住宅的团体一直在讨论这件事。为什么我很重视这件事？我觉得说您应该要去做一个。调查出来，咱先去调查到底有偌济人对这有需求诶。宝弟，我真的是赞成这样子的概念，只是说我不希望说未来会变成您也会很麻烦，因为哈，大家都有需要，连年轻人、老人、身障者、低收入户，还有我们在里面写到的我们的原住民，包括我们的那个家暴受害者，还有我们的游民。还有家里有3个孩子，这足济呢，那调查出来那不够，如果不够的，我们就要多盖嘛。那如果调查出来，它的数据根本都不需要这么多，那我们不应该盖这么多。其实我个人觉得要调查出来，那我再回应一个重点哈。我们其实不是只有单纯就盖，对，盖可能。20万户里面，差不多12万户，好、那另外有大概是8万户，我们是要哦，我们是透过哦那个有包租代管，有我这边包租代管这一个活络租屋的市场，然后用机制去推它。我这边有看到，只是我要看的是需求量有多少，那需求对象有多少，在需求对象里面有多少的需求量，您应该因为我个人只是研究所毕业而已，您是教授，应该很清楚需求量有多少，在量里面有多少的真正在里面有需要的符合资格的，还是有需要这样子的概念。我只是跟部长跟您讨论，只是怕说你头如果剃下去了，到时剃不清去又给人骂，我是替你烦恼，所以为你来，咱来讨论这件代志。第二件事情，其实你思考会足清楚的，就是讲爱了解吼，了解供给甲需求。对，所以供给甲需求爱做阵看。对啊，做阵看不只是起厝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即马有迄个租厝的这个主管家，咱来甲活络。我了解，因为需求吼，城乡的需求拢有落差。所以我为什么要急的让您去做需求面 的那个评估调查，我们再来调整，不够的我们就多盖，那如果觉得没有那么多，我们就不用盖那么多，卖浪费。其实这种东西是要讨论的。好，第二个议题，2分钟内我们讨论完，我们的邻避效应，我们现在也在喊说，我们像柯市长，我们台北市长也喊了一年多，为什么会现在民调那么低？是因为盖不起来。为什么盖不起来？宝丢你应该就清楚，那大家拢就清楚诶。因为只要到那边要盖，要办公听会，就有人去撒名纸、挂白布条去抗议，得底下杯葛嘛。那杯葛了就不能盖嘛。所以这个部分不晓得您有什么方法可以去解决这样子的邻避效应。宝丢，因为立产知影吼。这经费虽然是咱内政部编的地方起的，对不？这是补助地方起的，也唔过我嘛感觉讲，咱内政部嘛有责任爱替地方去做这方面的考虑啦。补助你的感觉呢？对，来当和社会住宅和大家接受哈，啊，认为讲这是一个好的代志，这其实是咱来大大去推广哈，啊，嘛爱委员哈，啊加所有咱大家来共同啦哈，共同来加帮衬安尼，然后社会住宅唔是讲啊，因为哈，足侪人拢讲，可以甲你问社会住宅好不好？
大家都说好，盖在你家旁边好不好？大家都弄不好，有人摇头了，在场就有人摇头了，就这样子的概念没有好跟不好，只是说我们如何去配套做到大家可以去接受，真的可以去改，而不是喊口号，因为这个东西哈没有做得好，以后小拢算你劣头壳顶。这就是我们要努力的地方。对你来讲嘛，足无公平。所以立禅在那个十秒钟内跟您建议两件事情，一个是我们实际上去针对实务上的需求去做真实的调查，真实的书的那个需求调查。第二个，凝聚效应如何去对策？这两件事情，请部长这边我们的团队努力一下，如果有需要跨部会去做，比如说我们要到所谓的老人家还是所谓的福利的，我们就请卫福部协助跨部会去做调查，部长那就会来努力好不好？哦，谢谢你，好，拍谢啦，你哎，多谢，拍谢拍谢，好，谢谢，好，部长一个小时哦，哈，尽量我尽量一点，小可之后我准备一下。好，接下来我们请庄瑞雄委员。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列席的官员，大家早哈！我请我们行政院的宋副秘书长哈，部长离开了嘛哈，的政务次长。还有我们国产署副署长啊，编副署长，主席，次长啊，刚其实我听了那个前面委员的在提问呢、啊、我们的低收啊，那个其实不是32万户了、啊，32万人呐、啊，卫福部那边的统计啊。真正户数才14万而已，没人这样问了，你哪都没想更正一下，那有时候那个媒体一写出去这样也不好，我听起来就觉得怪怪啊。我让你们看一个图表啊，有吗？这张你也看一下，来，这张你没看过吗？营建署，你们这个整个租屋的一个资讯网里面啊，因为建置费用啊，16,198,000块钱，上去只要租屋刊登费用，全部都不用，零啊，有够好啊，好到哪讲好用，真爱老去烂的，哪有这好的物件？结果你去看，出租的物件台北市一件，新北市零，台中零。花了16,198,000块建置的一个租屋网站，你在开玩笑啊？还是惊？来，你甲看人诶，你甲看另外一个591租屋。我咧想讲奇怪，我迄服务处拄啊时间甲人签诶啊，差不多要到期啊，我著去涨落去，你咧搜，你咧租屋网去搜。哎呀，你咧来一惊尔？我去看人家591啊，光台北市你看搜寻到了就多少，11,553件，新北市就8,841件，台中7,728件，连我屏东我东港也有22件呢，啊结果你呢一件，啊要笑死人，真正有影，这个哦花大钱哦，那又没有人理我们，没有人理我们政府，什么道理？之前这个东西做不出来，我知这个之前我都知道，对对，这是因为你人家起来十通工，诱因不够啦，因为怕被国税局查税等等的问题啦，所以导致房东参与这个平台的诱因真的是不足，所以我们现在正在希望能够透过修法来改善这个问题，顺便也把现过去的这一个平台转化为未来的包租代管这个制度来取代。你讲这包租代管，我就特别有感了。你看人家最便宜的哈，你看那个黄金啊，最便宜的30天买200块啦，还黄金曝光，一缸你看看没？我嘿，一缸顶个50块呢，1,500块呢，啊人家济啊，啊咱政府也免钱，无人要甲你用，所以有啊，包租公包租婆在想什么？看来次长你其实已经抓到重点了，
啊，但这样子政府的网站砸了大钱，这个要改进。这个一定要改进。未来其实民间可以做的部分，我们还是要回归让民间来做了。那当然，做他们做政府自己该做的。长啊，我看今天的报纸啊，大家非常给你们捧场，就内政部要严定啊，这整个租屋法啊，这个在我们内政委员会里面，大家也曾去讨论过，整个余屋要来做一个出租，这个想到的是都是活化，这当然政府要去做一个推动，想个办法。可是呢，刚才拢没想到民间，那政府部门呢？民间部门我们监督不到。那政府要去想办法，可是我们政府部门你自己该做的事情没有做好，你敢让我们叫别人，那也不对呢。那个行政院副秘书长，基本上那公居住正义啊，蔡总统也五大社会的一个安定计划里面呢、啊，这个里面也都谈到这一些。可是我问你们，共家和共呢？咱宿舍，官方的宿舍。我们到底有哪一多有多少是闲置，有多少单位里面有那么多，有多少的一个宿舍是没人在用的，还是低度利用的？您各个单位有没有到底有没有去做统计？跟委员报告，这个财政部应该有。哦、应该有来，咱那个副书记嘛，我来刚才来念，你听呢。我现在讲居住正义为建户啊，咱先来为宿舍来开始来做起。你看多少人是先占先赢呢？我这副书记应该很清楚吗？我是先从我们各个机关里面的这些公务宿舍的用途啊，来跟你就教了。你以我们警政署啊，那全台湾有多少警察宿舍闲置？不知道。我们有统计资料，但是我们没有在这里。我一个一个去人勤，我勤的安怎来无恁的多？闲置哎、欸。百以后啊，多少是非限制人员占用的？114号啊！啊，真正是限制警员在住的，那36号。我的意思就是说，很多我们这些公家的宿舍，不应该或者没有身份去住的，他继续在住。你大家拢拍谁啊？那个大家底下的这官这样顾啊？哦，啊，就时间到，无租客啊，啊嘛不爱甲偷，这很奇怪、啊。不止警察的宿舍啊，连我们台北市很多的教师宿舍啊，那外国教师宿舍啊，宿舍六，那现在老师啦拢退休了，咱继续断。啊，老师连过星期了嘛，咱继续断。问题出在哪里？那个委员提到这个部分是不是属于台北市的？都赶快了，全国都有。对，不是讲台北市、啊我。我们管理是中央所属机关。是啊，对 对, 對是啊。这個、部分可能要请那个台北市政府去检讨的。我跟你讲，哪个中央就很简单了、啊。对。其实本来也不太想讲这个，哎，得罪人了、啊。那中央社、啊，那国有的植物宿舍弄这么寡些，不应该有人啊，继续底下短。64户退休人员跟遗孀在短。占高雄，限职高阶员工6号，当书库的2户，也就是说退休的或者遗孀的60几号，这嘛拢建户的呢，不应该底下住的，阿姨买咱继续住，这个都很奇怪、啊。那这个只是宿舍的部分哦，国防部也很多啊。我要看，因为我看今天我们政治作战局军眷服务处，后来，这个我看这个也多得不得了啊！请起来，你不起来就来军眷服务处，你不是来这佚佗的呢？至少发现问题，回去该怎么办？该怎么去做？您全台现在到底有多少国军单身的那个退员的一个宿舍、啊？包括因为我是管军眷的，这个退社是我们另外一个。啊，你所以已经是没人，没人我都提供。这个，今天你讲的叫做居住正义啊。是。国家的资产，不管是土地还是宿舍，拢总爱去活化。副署长，
其实这个你可以代答，哎，行政院副秘书长，其实你都可以注意到这些问题啊。国防部现在啊，光我们你我以中和的祥和山庄来看，老兵20几位呢，陆配31位，不能说陆配不对，陆配那什么不对，明媒正娶一个抓个马西对啊，房租偌济你知不知？很低啊，那很低，零啊。建户几年爱负担偌济？干那水电费呢？房租、水电都全免了，水电费1亿3000万，可以照顾，照顾没有问题。可是问题当啊，大家应该给你使用，你应该过新去啊，应该建户你爱去套的爱去套啊。所以我发现到，我们不管是土地啊、房舍啊，被占用的太多，所以本席在这边具体要求，副秘书长。清查，这种过去的应该做，也都有资料，没有人做，这处定了。来来，塞一个政策，很漂亮，社会大众也会认同。你做这个社会住宅，刚陈昌明委员在讲说，哦，你20万户起改了，以后再叫做特权，本席的看法会不同。我们去跟其他的国家做比较，那那是低到低到不行啊！那那那叫你讲哪，那都超过30%，30%，全部拢特权。啊，那0.几%，咱在惊特权呐！啊，以后哪多，以后哪变几十%，全部拢大特权。你想好快，咱冲干吼，全国民众大家都特权。理论上讲得通，实际上不可行嘛。所以反而我会觉得说，照顾可以。但是我们自己政策要推以前，我们原有的呢，我们要达到一个政策的一个目标，可是我们该本来有的可以去善加利用的那个闲置，这叫做怠惰啊！行政部门他也是这样呢，啊，所以那个副秘书长，本席针对这个部分呢，啊，不管是国防部、警察局，啊，或者各单位的，所以袂使甲我讲对一个单位都唔是一贯的啊吧？你副秘书长遮恁都有责任去甲创好势啊嘛？我们会请主管机关来。是啊，我30秒随便来给送。刚刚部长就提到中山女中那个地方那块土地，我特别有感。我干了8年的台北市议员，我从那个地方经过的时候，我就看到那块地，那块地是国发会的，对不对？恁一年变偌济钱呢？500万。这种啊，怎办啊？国家的土地闲置在那个地方，那结果呢？我们砸了大笔预算，弄底下的期望，我帮他拨，就造成环境的一些脏乱。这个政府啊，有一个大计划要出来，很好，但是原来既有的，该怎么样去先把它处理掉？尤其要刮别人之前呢，啊，先刮自己啦。好，哦，好不好？出定吗 ？OK。副秘书长，这个爱做啦，这个哪家创了无好势了，你敢讲对家咧无厝，迄人听袂落啦。应该是政府有遐济厝，有遐济厝空的，哦啊，是讲无租家的人，啊，你拢个占条条，拢唔去讨，啊，佮全部拢总唔免钱，嗯啊，外口的少年哩，遐咧爱讲阮无厝啊，政府甲讲我起予你，啊，结果咧，这不对。来，钟伟，加油，改进，好不好？好，好，还是。好，接下来我们请黄昭顺委员。那个主席，我想请副秘书长跟次长，因为部长不在了，只好找次长。好，副秘书长，内政部花次长。次长，给你恭喜哈，谢谢，给你恭喜。那我知道你一上任，大家最关心的大概两件事，第一个说房价要不要再下降。第二个大概你会不会打黄？我想这两个部分大概在其他的很多的媒体都讨论过，所以我在这里不跟你讨论。是，但是我特别拜读了你写的很多的文章。那我现在今天比较好奇的是，因为今天忽然因为在蔡总统
的就职典礼，他一直都没有讲租屋政策，他在那个就职典礼里面都没讲、但是今天忽然啊，包括联合报几个大报纸都把社会住宅的政策写得非常的大哈，他说关系的执政的成败。那我看的他整个的政策，当时他讲说是八年要完成20户嘛哈，20万户。那八年要完成20万户，可是我看今天的报纸讲的，应该已经做修正了，应该是变成12万户，然后8万户要用租赁的，是这样吗？包委员，其实这本来就是当初的政策，就是这个结构，只是现在把它讲的更讲清楚而已。所以当初讲的不清楚。当初其实也有这样讲，只是媒体报道都误解为20万都要盖。其实本来媒体都误解你们，没有讲清楚，不是误解，没有讲清楚。是媒体，是你们没讲清楚，还是媒体没有写清楚？之前在选举的过程，其实都曾经对外讲清楚过，盖的就是大概60%是用盖的，其他是用包租和容积奖励。包租跟农租奖励这个部分占8万户，是不是？是是。好，那我要请问你，那现在显然你这个政策里面，因为我看了柯文哲，他当时是讲说8年5万户嘛，然后现在大家问他说，啊，你当初的政见怎么来的？他说是做梦梦到的。那我不知道你这个12万户跟8万户是怎么梦的，还是你有什么特别的一个方法？但是一直到现在为止，包括我们立法院，也没有租任法，那我不晓得你们在这个部分要怎么做。是，包委员哈，那个20万户其实是用长期目标只是住宅存量的5%再打一半，就是以住宅存量的2.5%作为我们社会住宅的兴办目标。那现在全台湾大概有800万间房子，所以大概二点五。所以你准备，那你准备从这800万间的房子里面去找这些？你这个租任法的目标是这样子做吗？不是，租任法。租任的这个部分其实我们分两部分。我想这个部分你其实没有讲清楚哈，我们到现在还弄不清楚你要做什么哈。而且我们也不知道你们的证件是到底怎么来的，所以我希望这个部分可能你要再把它弄清楚。是，谢谢。那第二个我要讲的是，因为我看了你的文章里面，你特别提到说，你对都市更新一坪换一坪你是有意见的嘛，对不对？是有他的瑕疵和疑虑，是有问题嘛？哈，所以换句话讲，在张景生前一段时间讲的说，史上最枯手的一个社会运动就是文林苑，他是56.06坪换成170坪嘛，对不对？那你同意这样子的换法吗？我想这是个案的状况，这个个案要用个案的方式评估啊，这是个案，文林苑那个王家的，那是个案的，是一个个案的状况，所以你对每一个都市更新里面的个案，其实你是没有意见的。是。那换句话讲说，如果我们的都市更新未来是一坪换一坪，你是有意见的，是这样吗？倒不是，其实一样是从个案的角度来看，可以到一坪换一坪以上的，我们当然尊重。我没有办法到的，当然就是没实质上。我想林立常委员刚才特别提到，不管是低收是32万人，或是32万户。是。那我要请问，因为昨天你说，你包括说未来这个部分，连你都可以去申请吗？对不对？那换句话讲，你有10几个条件是可以去申请的， 是这样吗？是。那这十几个条件，所以其实我们盖这个不是为了低收嘛？不是。不完全是为了低收。不完全嘛，哈。因为我们也不希望说，因为会有邻避效应，就是因为我们把它设定成一个。你昨天举的几个例子，其实我是不同意的，因为你举的那几个例子，其实是跟有一些我今天在这里我就不重复说，因为对那些人来讲是二度伤害。那我要知道的是，你这11万户里面，就是，11种人里面，你估算的大概有多少人需要可以符合这个条件的？包委啊，过去在民国100年，内政部统计处曾经针对这里面的6种比较主要的做过一个实际的调查，那调查出来大概有32万户，它实际表明是需要社会住宅。32万户，是。所以换句话讲，你今天，答应要做的，包括要租的，甚至于你连租任法都还没有出来，是。你们租任法什么时候可以出来？
那我们其实我们先用住宅法的修法，其实就可以先满足这个包租的，从政府角度做的包租的需求，不一定要到租任专法出来才可以来做。你所以你租任专法你现在还不准备出来？我们会比住宅法的修法再慢。那住宅法什么时候你们的修法会出来？现在我们已经跟院长报告，我们在三个月之内会通过。所以我想那个次长，因为我们在你还没就任以前，是，其实我们在立法院已经修过住宅法，是，当时你们就没有拿出来，是，那一直到现在你们还要这个要三个月租任法，换句话讲，你现在还遥遥无期，没有目标，所以本席质疑你在整个的过程里头，你们这个整个的政策也是在虚无缥缈间嘛，所以换句话讲，你这个整个的政策都还没有。定义都要有一个规模出来嘛，对不？你同意我的意思哈？我们其实520上台之后，一直走在我们的步骤里面，我们照我们的步骤在前进。所以换句话讲，就是说，在蔡英文当选的到明年的这个时候，几乎是看不到有任何的，这样子的一个住宅可以产生嘛，就是有一个开端。其实过去一年，因为你法案没有，我想要做这些事。就很简单嘛，一个地点嘛，然后再来一个就是模式嘛，是，另外一个是裁员嘛，是，你到今天为止我没有看到你讲，你在这个上面有讲得很清楚，然后再来我要请教的就是副秘书长，我们在104年的九月，我们有一个整体的住宅政策，好，对不对？是，我想你刚才的报告里面也有，可是我看到花次长，可以说他在所有的文章里面。都否决了我们以前的住宅政策，你同意我的看法吗？次长，你同意吗？你们两位请回答。对，跟委员报告，其实那个施政还是有一定的延续了，有一定的延续。施政里面假如有需要适时检讨，我想主管机关也会适时检讨。好，那次长，我想原来的做法我们该延续的我们会持续延续，但是你哪一个部分会持续延续？哪一个部分去调整？例如说，我们已经答应各县市政府的关于社会住宅的各类的补贴，或者是整合型住宅政策底下在实施的这些方案，我们都会照原来的政策继续把它执行下去。哪一个？就是这几个部分，就是你答应哪几个县市你们要做补贴，你答应哪几个县市？其实目前在台北市、新北市，其实都有包含新办社会住宅的预算或者土地款这个部分，我们已经承诺的，当然我们都继续把它。只有台北市跟新北市，是这样吗？还是桃园？还有台中。桃园跟台中，所以我现在我看了一下，大概就是台北市、新北市。桃园跟台中这四个地方嘛，这是关于社会住宅。另外，整合型的住宅补贴的，不管是租金补贴或者是购物利息补贴，是全国的。市长，我听到这个部分，其实我有点难过，是因为我想了解那天柯市长去看林权院长的时候，你在不在现场？报告委员，我在。你在？好，好。那你们答应用多少的经费来协助他，不管是社会住宅或者是运动会的那个什么宿舍，你们怎么处理？委员，其实那一天我们核准同意的都是通案式的原则，也就是说，我们同意台北市的事情，未来所有县市都可以比照办理。我们并没有针对台北市给予特殊的一些。你没有对台北市，但是我从这整个的过程一直到现在，好，其实我以前对叶，就是现在弊案的那个叶署长，哈，应该是叶署长，我是有意见的。因为我也看到你在你的合意住宅，你把合意住宅讲啊无一块好了哈，我有看到，好，包括青年住宅你也讲的一无是处，好，那我想你有你的看法，是，但是我今天本席要讲的就是，包括你在新北市、在台北、在台中，甚至于在桃园，你们都有非常具体的政策出来，是，今天面对我们高雄。好，台南也一样，大概我们改制了以后，我们人口一直都没有增长，甚至于是流失的。那为什么会产生这个现象？其实很重要的就是我们整个的住宅政策没有办法让我们的年轻人留在，一个是住宅政策，另外一个就是产业政策，没有办法让我们的年轻人留在我们的故乡为大家来服务。那所以甚至于他们只好远离他乡到台北来，但是我看了你整个现在目前的端倪里面，
我看不出来你对台南、高雄，甚至于我们现在坐在主席 的嘉义，整个南部地区几乎是挂零的。我想对这个部分，我不知道我们未来要怎么做。那因为我时间到，我会再跟您讨论。是，所以虽然刚才那个副秘书长说有一些政策是延续的，但是我看你把所有几乎每一篇文章是把前面的所有的政策全部都推翻掉。好，那我想这个也很不足以为取，包括说你的都市更新的部分，我想前两天在新北市就发生过案例，那个好好的房子去吃了一顿饭回来就不见了，而且更可恶的是，他们在每一次要到台风的时候，他们会故意去挖沟，去弄那些东西，让那个房子可以倒掉。我想类似这样子的事件，如果我们的政府是站在都更一平不能换一平，甚至于把文林苑当作是一个个案等等，我觉得对大家是不公平的。好，对大家是不公平的，而且对未来的都更可能会有影响。所以我希望六列专业吧，但是不要把前面的全部都抹杀掉，把我们中南部的这个部分赶快补足，好不好？没问题。以上，谢谢。谢谢委员。接下来我们请李建义委员。主席，各位先进，忙请内政部花次长。请次长。很好，次长好，辛苦了哈。是的，我们今天是从转型正义、社会住宅、租屋政策、都市更新来讨论土地政策嘛。好，那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范围啦，包括很多的面向。那我比较期望的是说，我们谈土地政策以外，我们更重要的是土地正义到底要怎么维护。来，我们看第一页。其实我们要谈土地，我们要谈转型正义，土地方面最重要的是如何储备、如何兴利嘛，对不对？我们把土地现有的问题把它解决掉，然后如何创造哦，我们土地有更多的利用价值，然后满足国人的需要，这是我们基本方向，没有错吧？我先请教次长哦，次长，你认为说国有土地如果被私人卖掉，你同不同意这样的做法？委员，我们讲目前对国有土地的处理，在至少500平以上的是不可以标售，这个大方向大原则应该是继续会。所以其实国有土地现在就有规定嘛，500平以上的都不能标售嘛，对不对？那如果有私人卖掉了，这要怎么处理？一个案一个案来查嘛，对不对？你的麦克风开一下了，麦克风按掉了，来。就针对这个，如果有人处理掉，这个要追究嘛，是，对不对？那如果有人卖掉以后又图利的，自己获取利益的，这个我们要处理，没有错吧？是。好，我们来看两个非常大的案例。来，第一个，市长，你听过地保吧？有。地保现在位置所在哪里？就以前中广的那个基地嘛。对吧？就是仁爱路嘛，对不对？是。这个地保这个县址，过去在日治时代叫做台湾放送协会。1956年，国民党以交通部的公文将土地无偿登记为党营中央广播公司所有。1998年，中广以88亿将5600平的土地卖给党营事业，所谓中央投资公司。然后中央投资公司在1999年再卖给宏盛建设，获利90亿。来，市长，我请教哦，这个有没有超过你刚刚讲的500平的范围？有那个基地应该有5600平嘛，对不对？那日本台湾放送协会，日治时期的台湾放送协会，这个应该是国家所有吧？这国有土地吧？因为接收日产应该是国有接收嘛？对，那一个公文就变成国民党党部的呢？啊，这样要不要追究？要不要追究？依照你刚刚的标准，应该追究嘛？我想这部分当然最后还是要依照大院的决议啦，對對對，我们大概从地政司的角度，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要处理的不当党产处理条例，对不对？这个也是土地争议，没有错吧？是。好，我们来看第二块，第二块是中央党部国有土地，张荣发基金大楼过去是什么？日本赤十字台湾支部，那1956年
国民党接收了哈，接收了以后，然后就作为中央党部的办公室之用。然后1990年以每平25万5买进来，然后1994年，2006年又卖给长荣集团，获利20亿，这一模一样嘛，都是收了国有土地，那收为占为党有，那党有再把它转卖出去获利。所以我要请教次长来下面。这个就是当年的公文嘛，是一个公文就把国有土地变成私有土地，变成人民团体的土地，变成国民党的土地。好，那一个获利90亿，一个获利20亿，再下来，下一页，这地保大家都很清楚，这是中央党部，好，过去的张荣华基金会。好，那我现在要问次长来，不当的占有国有土地，我们应不应该追究？我想追究。当就我们。内政部主管，我们是对于土地登记是这个，他一定有对事权的这个保障是一定要的啦。我今天是在跟你讨论这个土地问题啦。是不当的占用国有土地本来就应该追究嘛。是那出售国有土地不当获利，我们应该追究嘛？这就是立法院现在要用促进转型正义条例跟不当党产条例来处理嘛，没有错吧？好，这个是我们第一个前提。来，我们看第二个问题。那我们刚才谈的除弊，这个也是土地政策非常重要的部分，也是我们主张土地正义非常重要的部分，这个我们要先处理。那第二个部分，我们要开始要谈心力。心力其实就是你最内行的嘛，就是谈我们现在所谓的住宅政策跟其他相关的政策嘛。来，下一面。所以今天我们先讨论一下哈，部长前几天说住宅政策应该重要的是质，而不是只有量。那其实从我学宪法教宪法的观念来看，这个是保障人民基本需求嘛，这是我们住的基本人权嘛，没有错吧？好，是来这个大家都同意嘛？来再往下，那现在我们的问题就出什么？我们现在的问题出在社会住宅的量严重不足，没有错吧？没错，在世界先进国家有3%、10%的都有嘛，对不对？那台湾现在几%？0.08%，嘛，连1%都没有嘛，对不对？所以现在要怎么处理这个量的严重不足，这是非常重要的。是。那第二个问题是，社会住宅要怎么因地制宜，这个非常重要。这我那一天有就叫过这个叶部长，哦，我说每个地方的这个情况不同嘛。哎，刚刚我们的招委也特别提过，是像高雄，我们嘉义，它的状况不一样。为什么状况不一样？我们房屋的需求不大。我们需要的是租金补贴嘛，没有错吧？没错。所以如何解决因地制宜的问题，没有错吧？哈、哦。是。第三个问题是昨天出来的，哈、哦，蔡主席就是蔡总统以执政党党主席的身份要求说，社会住宅规划你们必须有一个时间表，没有错吧？没错。好、哦，啊，这句话一讲，恁压力足大嘛，哦，压力很大嘛。是。但是还是要循序渐进，一步一步来。是。所以除弊的部分，要解决土地正义的部分，那个交给我们立法院来做，我们会处理。是。哦、不当党产我们会处理。是。但是社会住宅政策的时候，你们要一步一步的处理，哈、哦，你要把它处理清楚。来，我们看下一页。那其实台湾现在最严重的问题，其实是房价过高嘛。我们以房价跟这个租金比，哈、哦。台北市64倍，这是全世界最高、欸。你看过这个资料吧？我知道，大致上看过。是、哦、台北市是全世界最高、欸。是、哦、所以来下一页。那我们的房价的所得比跟房价跟我的所得来比，其实全国都非常高。是，像我们嘉义这么穷的地方，哦、我也到5.64、欸。嘉义这么穷的地方也到5.64。我买一间厝，我今晚贷款贷到哦，还买20年啊，还在贷啊。哦、所以这个问题非常严重嘛，现在台湾最大的问题是房价过高嘛，是。那如何用社会住宅来补足有需求人但是房价太高买不起，这个就是面对问题解决问题，没有错吧？是。好，来下一页。那现在可是另外一个问题是刚刚提出来啦，另外一个问题是我们的现在的空屋率太高嘛，我们一方面社会住宅严重不足，一方面是空屋率太高嘛。那空率太高这个都看得非常清楚嘛、哦，桃园甚至超过10%，将近11%嘛，新竹也是嘛，台中也是嘛，所以空屋率过高，如何利用这些空屋，这就是你们未来要解决的问题嘛，没有错，是没错、哦。所以社会住宅的问题不是只有新建的问题，还有如何把空屋引、这个有给它诱因处理出来，然后能够提供住宿嘛，没有错吧？没错，没错。再下一页。那但是现在问题来了，你今天在报章杂志提到说，你们未来要用租赁法。来规范嘛，对不对？要有一个完整的规定法啊，租赁法。那刚刚赵伟也提过，就你们现在还没有嘛？这个有没有起程？
包委员，我们原则上在社会住宅包租这个部分，我们在住宅法的修法就可以达到这个效果。我希望你们如果要提出专门的租赁法的话，你们速度要快了，而且至少给大家一个期程，说期待到在哪里。然后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现在的租屋最大，在台湾现在租屋最大的问题是我们收不到税。没有错吧？是的。我做出租，我做出头家，我出租出去，我拢不爱开。都不愿意报税吧？对，没有错吧？是、哦、我服务处也是这样，哦啊，所以逼得我最近又要搬服务处了，哦，因为负担太大嘛，我不多嘛，哦，收不到税嘛，然后租屋的纠纷频传嘛，这个也是你们要解决的问题嘛。那我现在请教一个，就是过去的社会住宅在我们中南部的地方，我们的需求是租金补贴，是这个租金补贴未来会不会纳入你们所谓的租赁法令里面？我们会把租金补贴跟包租这个机制再做一次整合，那有一部分是纯租金补贴，有一部分是透过包租，不仅给他租金补贴，还让这个租约和这个房子是安定的，所以它是更加强版的租金补贴，就是包租。啊、你这样有没有听懂我的重点？我的意思就是说，这种社会住宅要解决，其实要一步一步来。是，哦，那除弊的部分我们来处理。那但是新力的部分，你们要从社会住宅现在到底需求有多少？是，然后我多少要盖，我多少要租，我多少要解决空屋率。那这些问题列出来，发现说，哎，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各地因地制宜，各地的需求不同嘛。是，像我嘉义市，我们需要的是租金补贴，我们不需要盖社会住宅嘛。高雄市大概也是这样的问题。所以租金补贴如何利用社会住宅来解决，这个才是重要嘛。了解，我们未来确实南部先是我们会以包租代包租的部分为主，哈，新建的部分为辅的方式。包租为主，新建为辅嘛。对。那但是比如说招委说高雄还是有需要，你们就应该把它计算出来嘛。对，把它计算出来。这就是一步一步政策来解决问题嘛，没有错嘛。来下一页。所以我现在要谈的是还有一个问题，我需要你们一并处理哦，有关土地的部分哈、哦。一个土地大家最关心的是未征收的公共设施保留地，未征收的公共设施保留地，这个也占到我们全国土地非常大的比例。是哦，那事实上你们内政部101年被监察院约询过，102年有提出一个纠正报告。103年，陈威仁部长在这里的时候，他答应说：“推动解编不必要的公共设施保留地。”那请问，这个次长，这一件事情会不会继续做下去？会继续做下去。是，所以这个是延续性的政策嘛？是的，对不对？没错，这个就是解编不必要的公共设施保留地，这个本来就是应该延续下去。目前都有。那我要要求我在这里要求这个东西，你们要好好处理。这个东西要好好处理，尤其各县市要把它清查清楚，否则这个事情、土地都放在那里，是、啊、然后刚刚那个庄瑞雄委员提的这个国家的宿舍都放在那里，是结果我们一天到晚不够房子，这才是要一步一步面对问题，解决问题，然后解决不同的问题要用不同的方法，这就是你们内政部的事情，没有错吧？是，没错。好，所以你们任重而道远，要一步一步努力的来做，谢谢。好，谢谢委员，谢谢委员。接下来我们请徐委员发言，徐委员发言完毕，我们休息10分钟。好，主席好，麻烦请我们的花政次，还有我们的原民会的主委，徐委员好，徐委员好。委员好，哎，郑次好，主委好。这个今天是这个讨论我们这个土地转型正义的部分嘛，但是就这个部分哦，这个本席啊，今天想要跟我们内政部来讨论一下有关于这个相关的业务，好了，我们部里相关的业务，因为未来可能没有那么完整的时间，所以本席就今天用这个部分。有一个我现在的话，请大家不要这个断章取义哦。这个纯粹是要请问一下，知道博物馆不是我们的这个内政部的业馆，但是博物馆的设立，相信有它的精神场域所在。好，是不是这样？我们这次是是吗？是。
我想这个全国人啊，这个很多人都在讲我们这个新政府新思维，但是以目前这个千岁内阁来说，可能是一个短期的。那本席非常的敬重，也非常的敬佩我们的叶部长，非常的敢讲真话。所以一直以来到现在礼拜三，他没有否认冲绳鸟礁，没有否认，他只是保持对外交部说法的尊重。所以本席认为，内政部在我们勇敢、真性情也坚持正义的原则之下，内政部一定是非常棒，而且非常的尊重真理之所在。相信他也不是一个这个短命内阁的这个部哈。所以在这里，本席还要请教一下，这是我们文化部的，但是我相信每一个人的常识里面都会，十三行博物馆它背后的意涵在哪里？我们一将，哎，马鲁赖吉索一将，哎，委员好，班奈嘎贡，哎，班奈委员你好，你好。十三行博物馆主要是针对在大台北地区的这个，没有关系，你告诉我它的背景是什么？平埔族群十三行遗址的这个，好，十三行遗址跟平埔族好的文化有关的。好的，那我们的我们的这个史前博物馆在台东县，因为它是发现了史前文物，是吧？是的，所以它都有一个背景，还有历史，还有精神，在那个地点上。对，好。那现在本席就要就我们内政部的业管，好，向我们的花次长，好，您报告一下，以及我们以将主委，因为这是上一任主委做的，所以这个本席非常的支持您，所以要提醒您，目前我们台湾原住民博物馆，好好，请下一页，台湾原住民博物馆选址。请问他现在选址在哪里？桃园，桃园，桃园，好像是桃园吧。桃园哪里？新北啊，新北啊，对不起。是新北哪里？目前，你只要告诉我哪里就好。前政府规划的是在新北市的莺歌。是，本席是在救您啊。是，选在莺歌。莺歌有哪一些？有什么时代的背景、历史的文化选在那里？原住民博物馆，我们看一看这个，我们评估的报告给原来选址在三个地方。本席在讲，我们花市长讲的对了，第一个是在桃园，第二个在新北，第三个在花莲。现在落址在新北。我们趁还没有做的时候，还没有确定的时候，我们赶快来修正。来，我们是请一家完全没有这个我们原住民历史文化专业背景的人来做评估，民间委托民间顾问公司来做评估。第二个，他在选址的时候没有跟花莲县政府所有的单位来咨询，所以他选了一个在东华大学美仑校区，没有任何的历史背景，在那个地点。第三个，这个他的评估报告里面讲，花莲县基地偏远，交通多样性偏低。看到这一点，能否定台湾原住民博物馆没有落地在花莲？看到这一点，我们就该哭了。我们就应该说，中央政府没有给花东两县的尊重，交通的多样性。花莲的交通为什么今天会变这样？区域发展不完整嘛，不平衡嘛，基地偏远，这是什么道理啊？这应该连我们苏花公路、苏花高速公路都还给花莲才对，把博物馆、交通都改善了。第五个的，我们东部也有类似性质的博物馆，台东我们的史前博物馆跟生活美学馆距离花莲有多远？第五个，纳入原住民无关之场域考量，这个更离谱。他说要跟我们的故宫，还有我们台湾博物馆遥遥相对望，相对望，所以放在莺歌。下一页，等一下，我们主委，我们政次，您觉得这些评估
指标这样子的否认，您觉得对吗？正确吗？以我们正常来说，是不是有缺失？是不是？不好，我不是很了解，因为这个不是我的专业，我比较不了解。对，这是我们内政部的业管哦，原住民委员会一将。跟委员报告好，我现在初步了解的部分，争取您只要告诉我，以这样的评估报告，这样子否定的理由对吗？正确吗？您也是原住民呢、欸？跟委员报告，这个部分，目前我了解的是，争取原住民族博物馆设立的县市有非常的多，包括。了解，好，花莲还有高雄、桃园、新北，好，都有了解。来下一个，哎，不对，来刚才那六点，人口特性，全国的原住民族，花莲最多，全国有16个族，花莲6个族群，包含我们所有的花莲，就包全国的原住民族在花莲就有16%。人口比例在新北有 9.91%， 桃园有 12.45%。 以我们花莲来说，我们班扎阿美族是最大的族群，而全国最大的族群也是阿美族，所以光以这个理由就足以是我们博物馆成立的地点。第二个，文化的多样性，16个族群，6个原住民族在花莲，6个原住民族在花莲还不够多样性吗？另外，您要支撑的研究学术机构，全国唯一有设立我们原住民族学院的，就在东华大学，这可以支撑整个博物馆的典藏以及它的研究学术。在这里，这已经是第二个博物馆应该设在花莲。第三个，史实发生地，清朝有大港口事件。有我们的嘉里湾事件，在日治时代有新城七角村，我相信您知道吧？前一阵子才办的七角村事件，还有我们太鲁阁族大，还有大分事件，都在花莲呐、啊。另外连这个我们的爱永县也在花莲，日治时代的爱永县把那个高压电线把它围起来的也在花莲，这还不够具。被需要在博物馆设在花莲的条件吗？还不够具足吗？这是第三个。第四个，场所精神，相信博物馆要有一个认同感，要有灵魂，而且要和当地的居民所有的风土人情来结合，花莲县具足这样的种种的理由和原因。环境的认同感，花莲县市我们一共有208个部落，所有的实体部落都在花莲，每一年的活动，每一年的祭典都在花莲，所以您的原住民的这个网站里面有给花东乡亲的铁路包车，对不对？这就表示我们原民会一将，您有重视到我们东部的原住民。可是，在博物馆的选址，真的要慎重再慎重。第五个，花莲市观光大县，我们在这个我们有一个太鲁阁国家公园，每一年今年有664万到花莲来，交通台九线、台十一线的汇集点就在我们现在选址的地方。这个选址的地方在哪里？本席告诉您。选址的地方就在我们花莲县立原住民文化馆的正对面，2公顷。我们的原住民文化馆有1.7公顷，结合起来规划有4公顷。原住民文化馆我们有500多个小型的展演场，所以整个结合起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在这里啊，不要忽略东部，基于区域的发展。我们的原民文化永续的发展要有群聚。另外，最后一页，作为国家级的原住民博物馆，应该守重场所场域的精神。我们蔡
总统口口声声说要向原住民道歉，说他本身也是八分之一的原住民族，所以他要具体的展现他的诚意。原住民博物馆设在花莲，以及给花莲一条安全回家的路，这是才是展现对原住民对花莲最重要的跨出的第一步。在这里还是要加注，地方上非常非常的重视原住民博物馆的设立，地方上可以倾尽所有的资源来与我们的内政部原民会一起共同打造一个可长可久、永永远远，而且有原民精神文化所在地的花莲县。就在花莲踏出这一步，您不会后悔，放在另外一个地方绝对是一个错误的抉择。主委市长，请回答一下，请给好是三十秒。啊，谢谢委员的指教。我想关于各县市政府争取设立原住民族博物馆的部分呢，本会将会在尽速哈、到各场地点做实际的会勘，然后再做评估，最后再做一个决定。好，那个我想次长哈，那个各个地方，像刚才李委员在讲说，我高雄不只要租的，对不起。我们需要社会住宅，是没问题、哦，非常需要。我想台南也一样，它不能代表台南、高雄。我们会赶快跟高雄和台南县市政府联系。不要说你整个的政策，大家我了解，只有偏到北部、中北部后面全部没有。谢谢。那花莲本席还是要强调，这是一个国家性的历史、国家性的原住民博物馆。不要未来被大家耻笑说，为什么博物馆会设置在新这个莺歌？到底它的群聚效应是什么？它的群聚效应就是这个我们的高铁捷运在那里，我们的莺歌陶瓷博物馆在那里，还有我们的整个群聚，他说整个群聚叫还有一个叫什么莺歌博物馆，另外一个有一个美术馆，美术馆他说这样子，可是问题他的精神历史在哪里？那个徐委员时间到，好，谢谢主席，我们休息十分钟，请慎重考虑。 好，谢谢，谢谢委员。当初好像也没有列在议程，现在正在讨论。其实这个应该。